进夜市摊商报案，当时有五六名年轻人持假钞到摊位消费套圈圈的游戏。当时因为消费者众多，而且员工无法仔细检视，直到收摊的时候清点金额，才发现收受了假钞，合计损失新台币7000元整。那案情远景调阅监视器，目前已经掌握特定犯嫌5名，我们后续将依刑法诈欺罪嫌通知相关人等到案说明，并迅速整卷函请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。那警方也在此呼吁，年关将近，各类宵小猖獗，蠢蠢欲动，那也希望各位民众都能够注意身边的金钱，那警方也会积极的防范以及查缉不法。喂